哇哇，打到裁判吴家维先生直接中弹了，但打到关节就不一定了。哎呦，又挨了一，又挨了一球哎。吴家维主审今天老是挨拳。哇，又一次！哇，再中一次，今天三颗啊！哇，胡金龙你是杀手啊！哇，又中了，奈安美金龙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！哇，好痛啊！今天四颗了，阿鸟哎呀！哇，打到裁判吴家维先生直接中弹了，是超痛的，就是打在他的左手的前臂上，没有护具的地方。然后防护员马上就上来了，哇，这个真的是有苦难言呐、啊！我们再看一次，哇，真的打到二头肌了。左手的二头肌，裁判们辛苦了，躲也躲不掉，只能接受了。哎！哎！哎！等一下，来，暂停一下。手麻掉了，好痛哦！哦！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豹子腿方长勇，今天来到这个来传接球吧，我看到很多 YouTuber 都有拍过说接多快的。所以我就想说，我自己来实验看看，一个退休的职棒选手，现役的 YouTuber 可以接多快的球。好，那今天你帮我准备了发球机嘛？对，那发球机最快可以调到多少？大概187。哇，哎、欸，你的身高哎、欸？还身高？不是乱讲，认真的啦。是，看他热身。对，现在看他热机，我们180，其实也不是我们说了算。对。那我们要去拿客户箱的是哪位？我们看一下187会变什么样子。啊！哦，那转到底了，全部都到底了。哇哟，190！哇！191，好快啊！没有187是低估他了。我这个比较保守一点。哎，我们跟大家讲解一下原理，为什么他在极速大概190的时候，他会往下坠，会变成他，因为它等于三颗轮子都是在全速运转的情况下，它的结构刚好是两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面。好，我已经了解它了，等一下190公里我们就用看着就好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去着装了。你可以出发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等一下你去跟那个人讲，偷偷把速度调到最快速，然后不要让教练知道。不行不行，会想要整他，真的会出事。我们还是要安全。安全好，现在先从150开始啊。好，150，好，好，好，来。口罩挡住视线，对啦。教练哦，就是有一点点近视，我去拿个眼镜。你会不会戴眼镜戴得太清楚，就反而接得不好？会吗？应该不会。140。眼睛的问题啦！啊，教练，我想到我们来终极挑战，怎样？我们先接两颗80的，然后你都不要看，马上接两颗150的。不行、啊！太轻松了。我也觉得这对你来说太轻松了。哦，再加一颗。所以等一下应该可以到187吧？很想要到187。眼睛帮你当挡箭牌，现在没有。这有没有叶黄素？叶黄素都出来了。哦，这个速度才对嘛。对嘛，但是太慢了。声音好好听哦。哎，哇，这是比强哥强度的得路。这样子是不是？哎，啊，我好想听190的。我也好想听哦。等一下，没有。
我越快越是运气啊！好了，单手，一组单手。哎呦，差点勾破脚变成十了。哎，哎呦！一个人。大家看一下，在抖，在抖，在发抖哎、欸！那通常是搓三天麻将才会有阵头。Oh my god！ 真的很痛，真的很痛。这我们都在电视上看到大联盟160-100迈。老实讲，我觉得今天这体验就蛮不错。我觉得推荐下巴下次可以玩一下。可以啊，我们平常在这边都自己在买，是吗？我也是接了职棒球员的球，我才去买这个，不然我以前没有在用的。这其实也是蛮重要的。我跟大家分享我的同学。那他有一颗内角，他这样接，那他球位，他顺着这样接，就啪打棒球，棒子就断掉。所以你说打棒球是有没有危险性？老实讲，某个程度上还是有危险性。机器到最后，你如果再让它更快，我们刚测试过，它比较不受控制啊。它刚165，其实就已经开始在乱跑。对，我也是尽力的想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，但有时候还是要为一下安全着想。不然我这边要连带赔偿，对不对？我这里有保险，我这里有保险，这里有，这里有保险。你抓，你抓，你抓！我连这健康应该是打行哦。这身材跟我的身材，这外野手身材，这捕手身材，像你们从外野杀轰的时候才比较看得清。对，目标比较大。刚刚就跟你说比较勉强吼。你自己都说哦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我想要把最好呈现给观众朋友。哦，是哦，那你应该呈现到187才对啊。那我真的会变87，北七。